然后呢，下面就是一个版本，你的车子哦，扭力很大，马力很大，为了这个大的扭力，所以我们去做了一个设计，做水冷马达。我们应该是全世界第一台电动速克达这个等级的车子，是用水冷加上电动马达。如果你说为什么要水冷啊？有原因的。如果你今天任何一般的电动机车啊，或者是电动车，其实它都不见得一定要水冷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开完以后，你总要停下来，停下来你要充电。即使是充一个半小时，再热的马达都已经凉了。不需要去散，不用特别去散热。我们不是啊，因为我们第一天就在讲说我们要怎么样换电，所以呢，我的客人有可能骑到这边换了电以后再继续飙，然后换了电以后再继续飙，我根本没有时间让这个马达冷却下来，所以我唯一可以让它冷却的时间点就是在它骑乘的时候，所以我们做一个水冷马达，让它可以一直骑，一直骑，一直骑。好，这边是水箱的泵。这边是泵浦的控制器，所以从这边把水开始往后打。你有看到这个皮带啊？这个水管，这个水管就是把水箱的水送出来，先进到这个马达里面的外壳，去把热带走。然后呢，从这个马达下面这边有另外一根水管，把水管导进去，进到这个控制器的下方。这个控制下面，控制下方也有水管把热带走。带完了以后，再从这根水管出来，回到前面这个散热器。散热器这边就是会顶风的地方，撞风的地方，然后再插。回来进到这个水箱，所以它是一个整个循环，从水箱开始，然后从这边出来，啊，进到了马达，进到了控制器，再回到散热器上面，就是这样循环，顺势在跑。OK， 这是我们的这个水冷马达的设计啊，所以透过这样的设计，我们实现了这个马达可以不停歇的运转的一个可能性。